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一凯，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赵家宝。哇，这麦跳挺猛。赵家宝呢是一个心思比较细密的人，然后他有他自己明确的目标。节奏不对，他是大大大大大大，你的拇指和食指。大大大。哎，不是，我说赵家宝，你不好好上学，你就干啥来着？从赵家宝来说，对，我的爸妈是二人转演员。正月里来吃席，你二啊。所以呢，我从小对于唱歌呢就非常感兴趣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我认为是给贝贝过生日那一次，因为贝贝过生日那一次，我们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喜，就突然在他家里出现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然后之后呢，蛋糕是满天飞，大家身上、脸上全都是蛋糕，让我记住，我全程都在笑，就真的是代表青春。最开心的时候真的很美好。其实赵家宝这个人呢，他并不是特别放得开。但是遇到金贝贝之后，金贝贝是一个那样的性格，但我遇到他，我又想靠近他，让他去喜欢我、接受我，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更加的去放开自己，自己变得更加开朗。这有啥？赵家宝真的很勇敢，我希望呢未来的路能继续这样坚持下去，做最本真的自己。